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蓝。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的呢，就是今天才刚上市的《圣女神尼基》。那这边是要快速的教大家怎么样子的设定，能够让你的模拟器啊显示成横幅，我们就可以一次看很多位女神的战斗的英姿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进吧。如果你直接用模拟器打开游戏的话呢，它就会是像这样子的模式嘛，就是直接是直向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手机模式。那如果你想要把画面给占满的话呢，我们这边教大家一下。好，就是呢，你要先到这个搜索的地方去搜索这个 rotation control，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的手机自动转向的东西。然后你就直接抓这个，抓完了之后启动它，启动之后把 start controlling rotation 跟这个 setting 的地方，把这两个东西打开。打开了之后呢，做一个下拉，就是把那个手机下拉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盾打开，然后横屏模式打开，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。OK， 那再来你就能够用全萤幕来去欣赏女神们战斗的英姿啦。状況終了。次の作戦区域に移動します。另外，开服这边也有几个这个礼包码啊，给大家一下啊。Be my commander， 这样之后如果还有其他的 CD key 的话，大家可以从这边去做输入。然后在右上这边有设定可以去调，设定调整的时候，画质这边吧，画质这边记得把它调高一点点，物理效果变形也打开，才能够比较流畅的看它的这个对战的画面。然后晃动记得要打开，你也可以考虑把它开大一点点，可以再更晃一些。那因为我自己也还在这个研究阶段呢，我们就抽个他的送的十抽吧，十抽应该是会保底有一只 SSR 嘛，我刚看他的说明上讲的时候。叮叮一只，
08 FA， 一再一次08，哎呦，萌萌102，这只是谁呢？路飞。还有再十，再来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啦。因为其他东西我自己还在研究一下，如果有什么心得的话，我们还会在后续的影片再去跟大家继续去做了解。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底下地方留言告诉我。喜欢影片记得帮我点个赞以及订阅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もう少し頑張りましょう。作戦完了。状況終了。被害報告。損傷は軽微。残弾数は良好。Thank you.